咗《星洲日報》哎。Hello。阿燕燕啊。哎。哎。哎。我睇到啲咩？系啊。你唔系泼水嘅咩？你呢度商会代表嘛？泼水啊！泼唔系，整一声就泼。OK OK。谢师爷啊，大哥嚟咗。今日咩嘅呢个？吓，呢个系咩嘅？佢咩星座题目奖啊？啊，佢系关于话你哋跌，作为跌出题嘅个奖嚟嘅。而家理解下，我系第一次跌。理解下先。理解下先，理解一分分钟就差唔得。唔系颁奖嚟，唔系颁奖。O K。佢系一个推介你嘅东西。O K O K。诶，我睇下先。蓝天明先生。怡宝青年国际商会会长黄振辉先生，经过往年办的星洲企业楷模奖，今年迈入了第五年，也就是第十届了。他们分别是华总、中总、NRCA、第一中华总商会，同时也要感谢重要单位马来西亚中华商会。第二阶段则有请 CIMB Bank 队伍高级执行董事申。Everybody say hi. 今天我们来星洲楷模奖。哇！身体咩？我哋一集巴拉喺大厅，唔使惊。阿 Vicky，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好吗？唱歌得唱吗？冇啊，你有听我唱歌咩？你冇揾我啊？摆喺上台分明。冇啊，你冇乱嚟。歌神，呢个歌神。
你幾時嚟浸多兩嚟嘅？喂，叫個雞平叔，誒，平叔喺度飲咖啡，身材好靚咗。啊，你啊，我哋呢啲我腰咗㗎啦。同我一齊做運動，靚唔靚喎？啊，同我一齊做運動。唔係你輕咗幾多？12kg，幾多？幾多？12啊。我想攞獎喎，你真係最受榮幸，最受榮幸。終於有齊啊嘛！你又冇飲啊？馮老師，喂，你終於見到我，有揾你，有揾我好耐啊！你走咗嚇？你走啊？咩影相啊？我影開咗啦，影開咗啦，好快，好快啊！林先生 ，member 嚟嘅，做咩用 ？member， 係 ，hello。啊！招呼啲，嗌人去潑水，自己走嚟呢度。會唔會有翻人？跟住邊人去潑水？禮拜啊！啲人。有新人嚟緊嗎？係。Hello。你自己要適應東西。哦，你要適應東西啊！好。Thank you。新加坡。多謝。都係分支服務嚟嘅。係咯，得閒嗰啲仲得閒，個資料有分到。哦，資料攞到你。O K， 係。你有睇到我擺你上台喎？係。幾時？你冇未睇㗎？我 video 未得閒睇喎。未得閒睇啊！哦，你得閒睇下先。擺我上台。哦，我擺我上台啦，跟大隊我而家。呢個 leader 嚟嘅 ，leader 帶嚟咗。熊貓姐，你咩事？冇啊。我話你帶我哋走啫嘛，你後邊幾大個軍團？帶我哋走啊！後邊好大個軍團啊！而家先睇到已經太遲啦，咁曬頭條啦依家。前面好得罪，紅色嘅仲要啊，仲拉落，仲拉緊，好多個啊呢度。我望去電梯歷險記，扮台兵，走啦！山同埋林夕一齊搭 lift 係幾咁幸福嘅事情。跟住你，一哥真係養到你都唔好戥，大家戥都咁樣。少少真有安全感喎，好有安全感啊！我好有安全感。有一個唔係我戥啊，就用我。哦，用咩？大咗我。走啦！食飽未？食飽食飽。嚇？食飽食飽。拜拜。叫你。走啦，美女。拜拜。